薛凯琪、周柏豪和麦嘉瑜早前受邀出席芷安建巡回小学探访活动，两位都表示是第一次面对小学生进行表演，单纯的小孩子们很容易受到感动，感觉很新鲜。喜欢小孩子的菲欧娜表示，最近周围很多朋友年纪轻轻就生了宝宝，看到就很想也要一个，但是现在自己还要养家，结婚生子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情。我觉得流行女生越来越年纪小就已经开始生了，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就25岁就开始生 baby，那所以也是蛮好的，因为看他们的 baby， 我每次看到别人的 baby， 我都哇，就好想自己有一个。周柏豪家里的婆婆不断催促他赶快结婚，更承诺未来的婚礼费用全部由老太太一人承担。周柏豪却认为自己刚刚出道3年，不会太过着急结婚。婆经常也叫我，哇，你去结婚啊，我给你那些结婚的钱啊，你不需要担心太多啊，你去找一个人跟你结婚，然后生孩子啊。一想就是差不多当歌手差不多3年，所以就不会去想那个东西，但是其实会自己有一个兴趣去考虑，但是就觉得没有可能在那个5年之内，对。